还有一开始我们买房子的那个价格也比我买高很多，对，所以就是那个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如果九月建价之后啊，我们如果对于这个问题，就是那个建价的成，就是那个结果有异议的话，还可以再改吗？还是今天建价出来，我们就必须要接受这一切？我们可以默默就是接受这一切吗？还是今天大家觉得不满意，可以再改吗？没关系，我再回去回答好了。好。长官啊，不好意思。可以。你快好恭维。我觉得啊，长官你要稍微帮帮忙。哦，不要让我们这些猪浪费太多时间。猪开始到今嘛，重点也无到，也无到讲啊多啊，对不对？所以以后我希望说，试算完毕，该比例分配多少，我们再来开会，好不好？我们现在我们不是同意呢，我们是欢迎捷运局哈，来给我们开发，好不好？不然浪费太多时间，赶快捆起来，还要被黄先生吵起来哈，好不好？我姓曾，啊，啊，谢谢哈，谢谢。我对三位刚刚的一些问题哈、哦，一个个答复哈、哦。刚刚学员讲就是说我们查估市价这个作业哈、哦，我可以对你保证，一定是公开、公平、合理，而且更透明。好、哦，这东西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对这个整个基地，我们建定的价格能够希望尽量达到就说地主的要求，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两种估价的一个方法，甚至就是说不排除找一家以上的估价师事务所来进行查估，因为万一我就找一家的话，可能大家认为又是我黑箱作业，所以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原则确定，那两套的估价模式这已经确定了，那所以说我们看看就是说在我们经费许可范围内是要多找几家，那几家里面再找一个最高的一个价格来跟各位地主来做协议，那再回来就是说刚刚那个。郭小姐提的哈，就说这个建的价格可不可以更改？我这边可能要这样讲，就是说今天我如果说透过几个估价的模式，哈，还有一个几个估价是估出来一个结果选一个最高的，那可能我们就会用这个价格来跟各位来做协议。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价格也会做未来权益分配的一个基准，好，大概会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一定是公开、公平、合理，这是一定的。好，这东西现在政府不可能黑箱作业啊。那再来就是说，刚刚曾先提到的哈，我们今天是按照那个土地征收条例的第十条和市级者第十条的规定来召开公听会，依照程序我一定要两次公听会了。那当然，我这两次公听会是跟各位讲说路线的规划等等这些比较笼统的一些规划设计，还有一些法令。那我的实质面会进去的话，会在协议架构，那时候整个每一户的价格都会出来，包括地上的价格，那甚至就是说权益分配比例大概可能。我们是尽量了哈，所以说第一个最起码就是说我们召开协议会的时候，买卖的价格、地商的补偿费等等这些东西一定会出来，因为如果价格不给你的话，你没办法做选择。那未来就是说可能开发，比方说就像到底一平换多少平这个东西，大概也会应该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会出来了，让各位地主再帮我去选择。那所以说大概我们是经过两次公听会以后，预计在今年底或明年初会进架构协议会，那时候的一些实质内容会出来。那很抱歉，因为这个是我的程序面，我一定要走。那所以说，下次我可能六月份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一样的东西。那当然，我会把今天的这个今天大家提出的问题，我还是会做一个回应，因为这是政府的法律规定要我这样做的，不是说要耽误各位的时间呐、啊。好、哦，先各位说一声抱歉。等一下就给急了。没有，我们希望赶快推动这个结界设，因为刚刚学长说希望我们这个开发动作快一点，让大家享受这种开发的成果。哎，好、哦，谢谢各位。哎不好意思哦，各位乡亲，因为刚刚那个曾先生有提到嘛，哈，就是说，因为现在都在走一些程序嘛，哈，因为程序还有依法，那这些算的东西都是要依法规的规定来算嘛，哈，所以刚刚也报告过，就是他现在价可能会走到九月一号嘛，因为土地征收条例它有两个价啦，就是说估价的基准，一个是三月一号，一个是九月一号。那大家也知道说三月一号事实上是已经过去了哈，那所以它的价刚才我们主席也有讲过是九月一号，
那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因为那个有上次说明会的时候有说提醒说，我们还是要把办理进度来跟乡亲报告。那我们就会碰到一个同样的问题，因为刚才主席有讲他是六月预估六月份还要再来开第二次的公听会嘛，哈。那上次的会议记录我们不是去年十一月多开的嘛，哈。那有讲个520前要来开，所以我现在就要跟乡亲诚实，我也非常要诚实的讲了哈，就说如果520前我来开，可能这个能够报告的东西是有限的啦，很抱歉。那可是如果说乡亲认为说我们这边哈还是要来开，我们很欢迎来开，可是乡亲到时候那天就说啊，那跟上次讲的很像。可是我还是这边要跟乡亲诚实反映，就是说可能真的就是会有这种情形啦，啊，哈。可是我们尽量把我们已经做的东西来跟乡亲做个说明。520前那问一下乡亲是不是希望我们还来开啊，还是说延后就跟他这个六月份的一起开可以吗？可以啊，可不可以早一点开啦。哦，这样子，这样哈，哎，来塞哈，因为不然之后我就想说，我们一直来开这种东西哈，扰乱，就是说打扰地主也不好，总是要有些东西出来之后哈，跟大家来报告比较好啊。重要的是在权力变更的时候啦，在前面哦讲一讲就好了啦。好，好，谢谢乡亲，谢谢乡亲，好，谢谢。阶级的各级长官哦，以及我们这个中坡里的乡亲哦，我现在是说要了解说你刚刚说估价的问题哦，那请问你是要找几家来估价？那么呢，如果说一般是找三家来估价哦，那么找三家估价都是你们找的，